今年是我们出版张大千的精圣年期的精品系列的第八种不同的系列，对外展是第四次，这次展品大概有三十几幅，主要是展张大千圣年期的美女系列，而且这是美女系列，基本都是属于代表性的，而且呢是圣年期，可能是。 因为现在有些画在外面也有，但是时间不一样，这些是圣年期，就是在1943年以后到1949年之间的作品。圣年期绘画的这个特点，特别是这个仕女画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？好，他的圣年期作品啊，他沿袭唐代的这种笔墨跟颜料的绘画的方法，他的颜色非常的重彩，它是用重金属来画的，线条非常的流利，然后呢。 他的仕女的画跟妇就是美女的画跟他其他画不一样，他是有创作性的，他每一幅画都基本是他创作，不是他仿古的画，所以比较独特，尤其是他那些比如说他的小数民族的画，或者是他这种现代的这种摩登仕女啊，在外面是非常罕有的。OK， 好，谢谢您，谢谢。